坐好，我振奋一下哦。来，音乐。李议员在议事堂内变身李老师，这一堂教唱音乐课开始。手揉筋，手揉筋，英文最爱手揉筋，哥哥姐姐妹妹都怕手揉筋，吃了变成白骨精。问的内容明明是瘦肉精，议员竟然也能当场开唱瘦肉精之歌，质询内容别出心裁，只为了在警消环卫定期会吸引众人目光。不过这唱还不够，看看他在三天之后，请出列要做操了，赶快一北北点名官员起立之际，现场音乐下踏病踏病，黄工没错，踏病走向后。上过了教唱音乐课，再上一堂唱跳课，议员真的是有备而来，因为唱跳动作一套接着一套，一起跳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左跳右跳，胜利的挥手。官员们面对质询车轮战，就怕下午时段会累趴睡着。资深级的台中市议员李丽华决定唱跳一曲，十五分钟质询，光是唱跳就耗掉将近四分钟。不是这个。建立建议，又唱又跳，当然会喘啦。卢秀燕市长带领他们冲冲冲，就跳没啦，所以我就给他们来健身操一下。当今议会质询一旦想引起各界注意，明代想破头的超猛话题已经不够看，这下还得身体力行，引领唱跳，外加引吭高歌。瘦肉精，瘦肉精。三立新闻记者张俊栋台中报道。